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mall and Fantasy 讲小 M 的实况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勇者神域啦。那我们今天要玩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？小 M 这边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就是呢，我们20等的时候可以抽元素怪，然后还有一些队伍的编队方式。因为其实小 M 一开始我真的很摸不透，就是那个队伍编辑的方式。因为比如说像是我点进去之后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一开始这样点完之后，然后我就不能放第四只了？然后后来才发现，哦，原来是它的空间，就是你要去升级你的那个等级，然后你才能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摆放你的怪物。因为你的怪物它好像是有些怪物的，比如说排放的空间可能就十级这样子。像是这只狗狗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确定离开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第一集的时候抽到这个繁生丸白犬雉鸡，这只狗狗跟雉鸡，这只我记得我那时候放进去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只放了一只之后，我就再也不能放第二只了。不过那时候一开始这只就是打前期任务的时候蛮好过的，因为它还算蛮强的，所以到后期的时候其实只靠它一个人是过不了的，不是一个人，是一只狗，只靠它一只狗是过不了的。所以后来我发现其实要一直去提升你的等级，你才有办法就是一直排放更多的怪物进去。所以这边呢，而且你要提升你的怪物等级的话，你必须要有所持的 S1， 应该是，应该算是能量技能能量吧。没关系，我就先让我的狗狗升级吧，把它升到10等好了。哎呦，升到30咯，攻击30，生命价706。然后像这边的进化，就比如说它如果要进化的话，你就必须去收集它里面所拥有的一些道具。那我们现在没有这些道具，所以我也不能进化。然后技能的话，就看你要去怎么升级。那装备的话，这边我是先把它乱配对啦，因为其实我小燕我还在摸索这款游戏到底要怎么去装备，才可以让你的怪物变得更强大。那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主要先是解一些基本的主要任务啦。因为其他故事剧情的话还蛮不错的，他会告诉你说现在的英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那还有那只很嘈杂的精灵，那他是我们的所属精灵嘛，我们没办法就是说他太吵还是什么把他踢掉，毕竟这是故事的剧情，我们必须拥有他好吗？他必须带领我们去找到更多不一样的勇者，还有打败魔王的方法。 OK， 那我这边呢，我把我的更换代表换成了那只狗狗，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。因为这边一只狗跟一个鸡，这个搭配你是在游戏里面是看不到的 ，OK？ 所以我还是就是把它换过去了。然后像小 N 这边我呢，现在是19等，因为最近比较忙，所以比较常常有奇怪的人发邮件给我们，里面居然有礼物哦。对了，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像这边点击任务的时候啊，里面它有分每日主线跟限时，那你可以依照你每天，它每天会更新，所以你可以去每天点开这个任务表，然后你可以到里面去进行它的一些任务的算是达成目标吧，你就可以去解一些任务这样子。还是先冲等呢，因为其实我今天想要让大家看一下20等抽元素怪，所以我们先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先就是去打困难的关卡。那小燕我这边是先打123，但是第三我一直卡关呢，我是卡在一星，所以我们要再打看看吗？我们先从第一关开始打起来好了，因为我今天想要冲20等抽元素怪，看我能冲到什么元素怪。我这边是有加了一些好友啦，但是重点是我这边的好友栏也是有限的，所以比如说比较晚给我那个好友邀请的话，我可能就没办法就是加你好友这样子。那这边要先跟你们说声抱歉，但是小燕我这边会看，就是我会看说如果真的我加的好友里面有的人可能太久没有上线，我就会先移除好友这样子啊，就是先让其他想要加我好友的 IM 们然后加我好友这样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是先挑一个好的，看的友情点石。为什么要挑有友情点的点数呢？这个我等一下打完之后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。队伍，我没有选队伍啊，我的队伍，我要狗狗的队伍 leader， 我让我的狗狗是 leader。哎呦，一开始就
这么猛烈的攻击啊！对，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如果说你的困难关卡打过的话，就是集满三星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按下面有一个最下面宝石，对，最下面一个应该是 我不会念啦，就是 AUTO， 它是你按了之后，你可以让它自动帮你去攻击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按了，然后就放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可能去喝个茶、上个厕所啊。看本漫画之类的，那我们就可以 让自己的角色去移动啊，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方便的一个，算是刷等级的一个一个算是技能吗？也不是技能啊，功能啦。对对对，算是一个可以刷等级的功能，这样子就让它自动练功。但是其实前期你还是要自己先把困难关卡打过，你才有办法就是按自动，它自动帮你去那个自动攻击的功能，我讲话有点结巴，而且它会自动会帮我的怪啊缩下来什么之类的，但是我不懂它为什么要把我的狗狗放下去，我的狗狗那么强哎，它都快死了，你不把它换过来吗？我要自动自己去把它换一下，然后虽然它是自动攻击，但是你可以依你的角色，如果快死了或者是怎样，你要更换角色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移动这样子啊，但是你还是要等它的读条。读满，因为毕竟他换角色的时候，他还是有一个时间限制，所以你要等他时间到了之后，你还可以换角色，或者是做其他的动作这样。OK， 然后你看，就是如果说你把你的狗狗跟自己编为队长的话呢，他们打赢的时候，然后狗狗跟自己不知道是在拍掌还是在打架，就很可爱。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觉得哇，好可爱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就还蛮有趣的啦。我刚刚是说为什么要这样，就是邀请好友，因为毕竟你看我这边召唤，我可以用友情召唤，像我现在有430点的友情，那我就可以一次召唤，因为一次召唤需要200友情点，那我就先等着好了，我先把我的技能升到20等，我再来召唤。刚刚阿布就好棒棒，悄悄不就好棒棒，我觉得还是选你好了，悄悄不就好棒棒，因为我觉得你太棒了，所以一定可以帮我打过这一关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集满三颗星 ，OK？ 不然这样子我这样子没办法过啊，这关我没办法过啊。先换过来，不用先换，等一下我先让它吃完。哦哟，狗狗其实很厉害啊。哦不，狗狗被打了，我讲错话了。这怎么？有的时候还是要看那个啦，就是他的那个所属技能跟对方的所属技能，不然我要先把他拉下来，不行，不要再打他了，我这样没有中间的那颗星星了啦，屁啦！我要中间那颗星星！哇，我的天哪 ，Oh my god！这样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拿到中间那颗星星？不对啊，这样我一直拿不到中间那颗星星啊！我只要怎么过第三关？第三关有那么难过吗？我记得没有那么难过啊。好啦，我承认是我玩的技术很烂，好不好？狗狗你要帮我啊！哎呀，赢了，可是我中间那只角色，我觉得我还不如不要把那只角色放出来比较好，不然一直死。Oh my god！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觉得说，哦，我怎么玩的这么烂？到底有没有玩？不好意思嘛，我就是烂，我就是不会玩。打 boss 了，加油！我觉得我们这关一定可以的。我要给狗狗跟他一起吃，然后吃个补血。屁啦！他最好是开这个外挂功能，骗谁啊？骗谁啊！我就是要给他吃，怎么样？哦，有机会，我觉得我们这局有机会，我觉得我们这局有机会。miss， 我刚才有没有看错？我刚才看到的是 miss 吗 ？miss 不对吧？哦耶，打赢了，哥，吃我的大炮啦！不要想和狗，我告诉你，狗跟自己是一体的，拜托。就算我少那两只，我打好顺利啊！早在一开始就不要把那两只摆出来了，超顺利的打赢了。这样可以加多少呢？
急速通关24。不会吧！我好不容易从前那颗星星拿到，就第一颗极速通关240秒没拿到。天哪！我到底怎样才可以拿到三颗星星啊？我想要拿三颗星星啊！拜托。OK， 好啦，我们刚刚终于到了20等啦。然后我们的小精灵 C 洛洛，他跳出来说：“哇！”已解锁了活动关卡，在那边可以收集进化的素材和勇者灵魂的碎片。活动关卡就在世界地图的左上角哦，去看看吧。活动的副本吗？他说元素众神要抽五，周五下午，他有限时间呢。OK， 好吧。那我们看这样之后，我们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任务有 new， 我先领一下。这个哦，这个的有元素种子这个，你的等级到达20的时候，我给你的等级奖励是木元素之神5颗星，哎，来领取一下吧，领取成功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那只啊，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大象嘛，绿大象。然后主动技、特殊技、队长技这些，大家可以去达到20等的时候抽到大象的时候，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。那好，我们既然已经拿到了大象，那我们就去每日一抽，我们去抽一下，我们先去抽一下友情召唤好了，我看看可以抽到什么东西。猪的亮，抽到什么呢？啊，装备碎片啊，装备碎片没关系，我们再抽。所以拥有好友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的好友可以让你得到很多友情碎片，所以加好友是很重要的哦，大家不要忽略了人际关系这一块。金蝉雕像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来抽一下，看看我们的赤焰之舟好了，因为它这周的话是指定火属性的勇者几率会提升。那最好的当然就是诸葛亮跟梅丽莎啦，那希望我可以抽到这样的角色，因为我今天有抽一次，然后我抽到这只火元素领主，我其实很不喜欢这只看起来像鳄鱼的东西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抽到，希望是好运啦，这也是要看人品的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，我们来抽看看吧，希望我可以抽到五星角色。虽然这是很不可能的任务，但是我希望我人品可以爆发。拜托来个人品大爆发吧，我需要五星角色。是哪一只啊？圣族先知艾尔伯恩。队长技没有，技能是什么？它是水属性的耶，刚好我水属性那只要换掉，好啦，这也算不错，好不好？那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像现在就是勇者神域，它现在因为12月要进入冬月了，所以它有新的活动，比如说像是你12月11号到12月14号，就是每天登录的话，可以得到五个红金。就类似宝石啊，这样子。然后第二个的话，就是12月11号到12月14号，就是你的任务经验会加倍，会变成1.5倍。那剩下的那些活动呢，你可以到勇者神域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说粉丝团去观看，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哦。然后那我们就下一次的勇者神域再见喽。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啦，希望你会喜欢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